本次呢，全国短道速滑的冠军赛是北京冬奥会之后，在这个首都体育馆举行的首个比赛，那么也是呢我们本年度短道速滑这个项目的最高水平的比赛，那么更是呢展现呢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的一个重要的契机。冰雪项目呢积极响应党中央扩大内需的号召，为国争利的一次具体的这个实践。此次比赛呢受到了社会各界广大冰迷还有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那么作为冬运中心和中国滑冰协会我们细致地做了各方面的竞赛的筹备工作，标准呢就是呢要跟国际接轨，在首体呢打造一个冰雪赛事的高地。